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至第八节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信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信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所以变咗，如果我哋以呢一段嘅经文，同埋以我哋前文后理，我哋之前嘅几日所讲嘅概念咧，你就明白，原来我哋在人世当中咧，神所设立嘅所有嘅需要，我哋每个人都需要食嘢，我哋每个人都需要着衫，我哋个个衣食住行又好，或者我哋将来嘅配偶又好，我哋个个都有呢啲嘅需要，系咪？其实原来神所设计我哋人生当中所拥有一切嘅际遇同埋需要咧，都系为咗让我哋喺个过程当中咧。我哋嘅心不断作出一个成长嘅选择，咁当然有啲人去喺个过程当中，佢随遇而安，佢时起时跌，咁佢冇成长过啦。有啲人咧就喺个过程当中，佢选择不断低堕，不断向下波走啊，咁所以变咗喺个过程当中，神设计嘅人生咧，其实原来系可以让我哋咧去撒种嘅时候咧，系顺着我哋嘅属灵嘅光景去撒种。即是圣灵去撒种，亦可以随着我哋情欲嘅去撒种。因为点解呢？因为如果我哋系一嚿石头，我哋一棵树嘅话咧，我哋冇咁多选择，系咪？但系问题，我哋系个人，而并且神设计咗我哋，我哋身为一个人咧，我哋唔能够冻喺度好似棵树咁咧，所有需要得到满足，咁唔系噶嘛，系咪？就算你系植物人嘅话，你都摊喺度嘅时候，你都要需要父母或者亲戚或者甚至政府救济，你先能够满足你嘅需要啊，系咪？但系问题就系话，原来喺我哋嘅人生当中，神设计咗人类嘅一生，并且设计咗咧，我哋所有嘅需要咧，都系让我哋咧喺我哋人生当中去寻找呢一啲嘅需要嘅时候，满足我哋每一样我哋嘅成长嘅时候咧，我哋要作出一啲嘅抉择。呢啲嘅抉择就系咩咧？呢啲嘅抉择就系我哋用乜嘢方法去得到呢啲嘅需要，用乜嘢方法去达到我哋嘅成长？你明唔明啊？即等于举个实际的例子，你的需要可能你需要升职加薪，但你可以用最喇喳的手段去做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当这样的过程当中，你会看到当你用喇喳的手段去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，在那个过程当中，你要用什么心态去配合你喇喳的手段，才使到你喇喳的手段够喇喳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？就是你有一个很差的心，很阴险的心，好阴毒嘅心，你要冤枉一个人嘅时候，你知唔知道点样先至使你冤枉呢个人够绝啊，够毒啊，能够陷害到人啊？你有冇谂过？就系你嘅心要变坏，先至可以收到呢一啲咁样随着你嘅情欲嘅撒种嘅呢啲丰收噶嘛？明唔明我讲紧乜嘢啊？原来喺我哋嘅人生当中咧，神设计咗出嚟嘅时候咧，所有呢啲嘅需要，所有呢啲嘅成长咧。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亦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，因为你不是说我选择做这件坏事那就与你无关，不是的。就算你会看到我们看小说也好或者看戏也好，一件谋杀案的话，你真的能够这件谋杀案你能够得身的话，你都要在事前事后的，你都要做很多手脚的嘛，是不是？你不是说就这样我杀了就算了，哦，能够甩罪的。你会看到真正衰的差的连环杀手，他其实用很多的计谋啊，很苦毒的方法啊，好内心当中嘅世界系好黑暗啊，先至能够做得好嗰样嘢噶嘛。所以换句话讲，原来我哋一生当中，我哋用乜嘢去满足我哋嘅成长，有乜嘢嘢满足我哋嘅需要咧？原来你随着情欲嘅撒种嘅话咧，你相对你嘅内心就会变坏，变到有咁坏得咁坏，因为你配对唔到咧，你撒个种啊嘛。即系换句话讲，有啲人佢想用一啲嘅方法去呃人嘅话，佢唔系就咁用个手段啊。好多时喺个过程当中咧。他要能够使到这个欺骗人能够完成的话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要向着这一方面的黑暗世界呢去走下去的。就是说这个人不单止呃人，他想越呃越多，越呃的人越多，你会看到他是不是一路撒种啊，但他在这个撒种过程当中，他都是为了有丰收啫，是为了有收获啫。但这个收获能够由呃一个变成呃一班人，由呃一班人要呃一大堆人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的内心是不是要变坏？是不是？那他才在变坏方面可以说变成专家，他才可以的。所以原来你会看到，就好像这段经文所说，原来我们人生里面呢，顺着情欲撒种的话呢，我们收一个我们的心境里面的完全败坏。
嗱，当我哋理解咗呢一边嘅时候咧，我哋就理解另一边神点解要我哋咧做好多好似唔讲求回报嘅嘢嘅，系咪？即系神要我哋去侍奉嘅时候，点解我哋要为别人去着想啫？系咪？因为原来我哋本身天生我哋唔会为别人着想嘅，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咧，原来我哋为别人着想，我哋先至使我哋呢个内心唔单止系叫做向善。譬如举一个实际嘅例子啦，即系如果你自己系读书咁，你为咗自己读得好书咁，个个都系啦，希望自己成绩好，你会搏命去读书，你搏命去使自己成绩好，等你将来有出路。但系好少人系自己读得书好嘅时候，我讲嘅自己明白你仲系学生嘅话，有先生嘅心态，就希望自己同班同学、身边识嘅朋友都好，然后你帮佢补习。OK， 好少人咁谂嘅，因为点解啊？因为呢一个系对于一个人嚟讲，佢自己能够生性，自己能够成熟啊、成长啊，为自己嘅成绩去奋斗咁。咁叫好人㗎啦嘛，係咪？你仲要係自己成绩好，仲要係好多个阶段为身边人去着想，係咪？嗱，呢一种你见唔见我讲緊啲乜嘢？呢一种就係圣经里面所讲呢，神所欣赏嘅心态。你要睇到主耶稣基督佢为自己钉上十字架。唔係呀，佢为世人去钉上十字架嘛。係咪呀？所以而家我就讲緊呢一种喺神嘅眼中呢，喺我哋唔知情嘅底下，最紧要记住係唔知情。尽量你知情的程度呢是越少越好，因为呢为什么要知情的程度是越少越好，因为原因来自个奖赏太疯狂。他的奖赏真的是100倍的。所以如果你一早知道那个的疯狂奖赏的话，一般人都基本上都考验不到他的。所以变成最好是什么呢？最好在那段时间你不单止见不到那个奖赏，你还好像见到啊好心没好报，是不是啊，即还要见到这种。啊咁先至劲啊嘛，然后你就先揸住神所讲嘅应许，就话我信，我信，我信，系咪？有一个过程当中，虽然你话住信，就算系冇回报嘅话咧，你都做，咁咪考验到你第一信心，第二考验到你嘅良心咯，系咪？加太书第六章第七至到第八节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信着情欲撒种嘅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信着圣灵撒种嘅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将我心情献，盼主擦清试验；将我心意更新改变。随着我主扩张视线。除掉疑心恶念，甘谦卑屈膝到上帝面前。我唱诗篇，献上心腹千百遍，将心意金交托到祭坛正面。神荣耀光线彰显，全除掉软弱伪善，主光辉一高彰显，燃烧我里面。